就到这里吧，后面的事我不便陪同，你们多加小心。 居然让我们骑龙过来，哎呀，这么大的风，我快被吹走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坐在龙背上，心脏到现在都砰砰跳个不停。啊，大家应该不要紧吧？嗯，我没事。秦团长，那位诗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是一位具有高超音乐技巧的传奇诗人。 能用琴声吸引各种生物。秦团长居然也会插科打诨呢。这么厉害的人，回去之后可得好好谢谢他呀。话说回来，这片岛屿气候十分恶劣，雾气浓重，能见度极低，与丽莎所说的传闻一致。我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旅行者。 派蒙，那封信里还说了什么吗？我记得内容，全文是：邪恶的火焰女孩，我以嘟嘟一族统治者嘟嘟大魔王之名，否定你成为嘟嘟可信家人的资格，除非你带着嘟嘟可到金苹果群岛来，点亮四盏明灯，叩响试炼者之门，接受审判。四盏明灯，意思是要找四样能发光的东西吗？ 这么一说，我们所在的区域跟周围比起来，雾气好像少一些。仔细看的话，确实如此。难道是跟旁边这台装置有关？你觉不觉得这种装置很眼熟？跟我们用过的口袋锚点十分类似呢。制作口袋锚点需要发光髓，所以口袋锚点似乎也有着驱散黑暗的额外作用。 这边的装置好像能驱散雾气，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吧。点亮四盏明灯，叩响试炼者之门，意思是点亮四个装置后会有什么事发生？这里已经有一座被点亮的装置了，看来我们要找到并点亮剩下三座装置才行。咦，那是什么？喂，别乱跑！哎呀，我们快跟上去。 下面好像有东西，靠近看看吧。